20年 USANA 以加拿大为家已经这么久了，这就是您应该参加您的加拿大全国庆祝大会的20个理由。2016年3月3到5日来安大略多伦多，跟我们一起庆祝 USANA 加拿大20周年吧。一些同业中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将前来主持培训，那正是您和您的团队突破障碍，将事业提升到更高层次所需要的。首先开场的是高绩效高峰会，由创业指导大师 Darren Hardy 主持。参加我们全国庆祝大会特别来宾有 DSWA 执行长 Nikki Kiyohoho， 商业大师 Amelia Antonetti， DSA 总裁 Ken Muho， 和 USANA 本家的戴夫华斯。其他特别活动包括星光闪耀的颁奖晚会，以及第一届的加拿大 USANA 达人秀。出席者还能获得20周年的特别纪念礼物，请加入我们，一起来体验这令人难忘的盛会吧！这是属于您的 USANA 加拿大20周年全国庆祝大会。